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场万众瞩目的比赛终于要开始了。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曼城和曼城。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由我白马繁华在绿茵信仰为各位带来。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开场的哨音。成功的抢断，成功的防守，关键的解围缓解了防守压力。防守球员猜到了对手的传球意图。这脚传球并不到位。送出一脚横传。这脚射门正中门将下怀，破门良机，他想挑过门将，这脚射门被门将直接没收。德斯特连续的传切配合，想要拉扯对手的防线，这个球的处理有点欠缺。这球塞到了中路，这球有了，他的进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。塞瓦略斯传到中路，防守球员猜到了对手的传球意图。上半场比赛已经过去了30分钟，这球被对手抢了下来，裁判送出一脚横传。塞瓦略斯送出一脚横传，可惜球丢了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没有完成脚射门，教练应该在进攻端做出一些调整。带球进了禁区，选择了吊射，这球又进了，比分差距越来越大。他们已经掌控了比赛的节奏。成功的抢断，成功的防守，这球塞到了中路，起脚射门，这球又进了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们又取得了进球，这无疑是给对手沉重一击。这记进球也让他完成了梅开二度。裁判员吹响了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让我们稍事休息，一起期待下半场的比赛。半场休息结束了，让我们回到下半场的比赛。这脚传球并不到位，追平比分，甚至反超的希望。外围的西奥大门，球被门将拒之门外，防守球员果断将球解围。
球被对手抢了下来，起脚打门，漂亮，这一球进了。如果说之前的比赛已经没有了悬念，那么这一球无疑会给他们信心，让他们一扫阴霾，重新为胜利而战。这粒进球也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。传到中路，外围尝试打一脚远射，球被门将奋力扑出，这真是一次精彩的扑救。还能给了进攻有力，三角传球。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，双方的控球率差不多，两队对于球权的争夺非常的激烈，莱万都不刺激。这一球进了，他们终于扳平了比分，之后的比赛应该会更加精彩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帽子戏法，我们不得不期待他能否再次取得进球。这个球的处理有点欠缺，莱万都不刺激，球权被他们牢牢地掌控在手里。外围的起脚打门，球进了，场上的形势发生了逆转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向前送出直传，这球塞到了中路，选择射门，这球进了，对手还没从领先的状态下缓过神来，就被扳平了比分。这已经是他本场比赛第二次攻破对手的大门了。送出一脚横传，防守非常稳健。埃尔林哈兰德成功的抢断，成功的防守，防守球员猜到了对手的传球意图，送出一脚横传。伤停补时开始，比赛很快就要结束了，裁判已经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，双方肯定都不甘心平局收场，但足球比赛也只有90分钟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平局也是对双方表现的一种肯定。